戴好的鞋上，拉。这个鞋上长这个样子。店中一家，但这里面应该不会有一家是不好吃的，肯定没一家。哇，配上毛毛的袜，看起来更好吃。广东还在外面阳台堆了一个雪人，特别萌。太可爱了，广东。就是。排空了还行呀、yeah ！哇！怕这个雪进我的鞋子里。是的。它是干的。粉雪吗？哎，踩雪。咯吱咯吱。哇，这个车，嗨啊！好冰啊！很冷吗？好冰啊！啊，好舒服啊！好冰啊！啊，好冷，好冷。走吧，这个那个。安吉丽娜的睫毛，你有没有看过蜡笔小新？安吉丽娜的睫毛，这也太可爱了。去东京什么都是东西。好小的宅急便车，好可爱啊！我们三个好像在做同样的事情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它的毯子也好可爱。我们进去吧。我们在北海道遇到了李小璐，是不是啊？真的吗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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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放大，不能放大，有点尴尬。你要看这个，日本的喜来登，喜马拉雅兄弟，耶！这是一个很正经的地方。
好大的雪啊，好大的雪啊，哎呦喂，才变成雪人。哇，雪要进我的衣服里面。变成雪人。毛毛，我们来吃刨冰。啊！三二一。你看我的脸，我的镜头全白了。我们出门啦！喵喵喵，汪汪汪！每天一碗拉面，身体会健康，会胖。哇！真的是大辣，哇，这是巨辣。OK 啦。还有看起来很好吃的饺子。好壮观啊。所以要在阿萨里下车。眼镜不戴着看不见了。拜拜，你们走吧，我们在这里玩啦。超冷，海边超冷，海边超级冷。哇、哦，好冷，好冷，哇 ！Coco， 啊！有雪景的地方拍照就特别的好看，对，到处都是米波罗，米波罗，到处都是白色的背景布。对对对，就是会反光，会你显得人就白一点。哎呀，是毛毛呀！大海呀！傻的两个人都被冻傻了，我的脸部已经开始僵硬，我的脸已经动不了了啊，这个手说话都有一点口齿不灵，这个手好红啊，应该鼻子都红了。超冷，而在外面突然下大雪了。我们12美少女拍照都是不怕冷的。好了。这么大的雪吗？
完全拍不出来，好白。我要出去拍一下。会被吹走吗？雪没踩过的，新的雪。请入ください。本日は小樽オルゴール堂にご来店いただきまして、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欢迎乘客乘坐 Music Box Museum. This is an announcement from the hotel. 爸爸计程车。这个雪下的也太大了，哇，到滑雪场了，哎，好大的雪，从这进去吗？对啊。嗯子，嗯子，嗯嗯嗯嗯。啊，到滑雪场了。这个雪。Let's go。哇前往那个山顶，可愛い。多这么多，多萝卜和肉。店家说你要 topping 来点。ワゴン車紹介したい。超近的呀。あのアルファード。聊了。荷物積もさ。很久很久。就上车到现在一直聊聊聊。それならね、だって四六二十四の24,000でしょ。はい。してそれに。这里要比札幌还要冷十几度吧，暂时还没有感受出来。看它的床特别可爱，嗯，像不像蜜月房？这个窗外很少，都是雪，都是雪，后面是。有钱人家的房子，有钱人家的房子什么鬼？这个一定要背包，你们猜他的背包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看他一定要带这个东西，
辣椒，无辣不欢。超辣的那个东西，昨天舔了一下，给我舌头辣痛死了。你是个怪物，你是魔鬼吗？我是魔女，我是马猴烧酒。好，嗯。没有办法拍出来，这个只能用肉眼看吧。真的。这是正常大小。只是。这个是要求捏小一点的，结果这个是正常尺寸，这个是特大号，太大了吧。哇，垫子真多。晃啊晃啊晃啊。顾客，这里面适合你，这里面可以喝酒，这里面有个酒吧，这里面巨适合你。这里面是什么？你去看一下就知道，巨适合你这里。是我，哇，这是一个山洞，哇，这是冰吗？是的。我的妈呀，我会舔它吗？摸它冰外面附了一层什么东西？哦，好像是。可以舔它，没有附什么东西啊，我说可以按出手指印。啊？你看。它应该是不然冰没有这么这么对，它好像是把那个刮过磨过吗？哇，这是酒吧。こんにちは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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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忧郁，忧郁小王子。哎，这只是雕像吗？这只是不是假的？这只是雕像。这只好乖哦，这两只。可以合照吗？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要跟工作人员商量一下，他说说，演出没说要收钱的。啊，好可爱，你回头啦！好乖哦。哎，你怎么一来就走了？好乖，这只。我一直在拍他，你看，就很听话。啊，好乖哦！卡哇伊。啊。他应该是只母狗。没有，这两只是公狗，这两个是兄弟。阿里嘎多。这两只是兄弟，这样子吧。国士无双。来到了这棵。很有名的树是吗？对，就是方圆几百里之外只有它，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敢，所以让摸来吧。起不来了，拉我一把。勇士，掉的不是很吓人吗？不是，你要往这里。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印子的，我看那个印子。要双手拉我一把。好基友。我靠。哇，这么神的吗？还是有的了。我们在这条街找吃的，但这条街看起来感觉什么都没有。不知道能找到些什么吃的。看这条街，感觉什么店都关着门，好冷呀。李毛毛，哇，吃不吃呢？哇，那只棕色的好胖。为什么那边有一只颜色不一样的？那只长得像鸭嘴兽一样。鸭嘴兽。这两个蛇，这帝王蛇。一动不动是笨蛋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这只为什么戳在雪里啊？这只为什么把自己扎在雪里面？我们要不先去逛一下其他人，反正这里等下最后会过来看的嘛。好，赶紧的。旭川塔坡亚皮。旭川小丸子，这是毛毛刚拌好的，这是啥？黑椒牛肉。牛肉饭。
婆一如既往的吃很多冻冻、啊、我只吃一碗饭而已啊，蛋包饭。看到这个菜单，我觉得我们可能日文菜单更容易懂一点。嗯，厉害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太恐怖了，这个石灰酸听起来感觉能喝死人。冬瓜酸味。震惊。上了好多、啊。坐下，坐下。坐下，坐下。来看看札幌机场。ANA から中標津行き4881便は割り用のお客様へ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